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很多人呢，他非常重视自己的身体疾病，但是遇到了心理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好好的关心自己的心理，好好照顾自己，爱护自己。为你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社区心理卫中心的督导魏医生。大家好，主持人好，医生好。第二位呢，是我们阳基医院精神科医师陈喜涵。主持人好，大家好，医生好。第三位是好好玩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杨恩玲。主持人好，大家好，心理师好。好，我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心理健康。嘿，你最近过得如何？是愉快、难过还是一般般呢？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情绪有更具体的测量方式呢，像是可以使用心情温度计，了解个人情绪状态及心理照顾需求。除了自我观察以外，也要多多关心周遭的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可能因生活上面临各种问题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每个人都能透过心情温度计来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进而寻求帮助哦。Sleep, mobile, interact, love and love, eat, 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如果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帮助，对于不同的族群、年龄，都有提供心理健康的帮助管道。真的要好好的来照顾我们的心理，如果心理出现了一些不开心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话，真的就要来寻求帮助。因为我们从数据中可以看到，根据全国自杀防治中心的自杀统计数据，近年来我们的青少年自杀或是自伤的比例是逐年增高。不知道我们基隆是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要请教我们督导。那首先这边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在统计近三年的全国及基隆市青少年死亡数据的分析。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这边的话是全国的年龄层，各个年龄层的自杀死亡率。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青少年，也就是15到24岁的时候，自1080开始，其实有逐步的缓慢的上升。那其实反过来，我们看基隆市的部分呢，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实也可以证明说，其实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那但是呢，虽然他的死亡数据并没有像其他年龄层来得高，可是反过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也就是所谓的自杀通报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全国部分自杀通报从1080开始，其实它上升幅度较其他年龄层是来得比较高的。那其实基隆市呢，也是从109开始呢，虽然有逐步缓慢的下降，但是相比其他年龄层确实也是有缓缓的上升。所以在这边呢，也是请大家可以除了关心其他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之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关心的议题。是，你知道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数据，你知道全国的自杀或致伤的数据，我看了吓一跳，好几万人呢。对，然后基隆其实数据也不低哦。你这边统计像是去年知道的数据是多少？以基隆的吗？基隆的话，其实在全国的自杀死亡人数大概是88位左右。那其实在通报上面的话，通报量在去年总共进案了700多万的自杀通报。那其实中间符合，也就是所谓真正有行为或者是有死亡的部分的人数，那经由心卫中心这边做关怀的案数大概是391件。是，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周边朋友说不定就有一两位真的是很需要大家去关怀关心的。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医生哦，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其实青少年会有这样自杀或致伤的原因，是不是跟使用3C 产品有关呢？了解，像刚刚督导还有主持人讲，自杀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在，所以它大概不会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那像自伤行为确实也是青少年他们时常会用来，他可能有很大量的很过度的情绪，那他因应这个压力一个情绪宣泄，那或者是他用来舒缓表达，甚至是转移自己痛苦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如果单看3C 的使用确实是上升的，那我是觉得探讨这个3C 跟自伤相关之间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重质不重量啦，就是说我们讨论这个网络使用3C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一些问题行为。对，根据台湾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林玉轩医师他们团队就是有做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些使用网络当中产生的问题啊，像是散播私密的影像，那或者是网络的一些
霸凌的受害者，那他其实确实是会增加青少年他们的自伤的风险的。那当然网络游戏成瘾它也是其中一个会增加自伤风险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3C产品的盛行啊，一方面像我们现在在讲自伤啊，其实都会宣导就是它在媒体讯息上的揭露也是很重要的，可能不能过度的渲染，不能有太多的细节。那但是这样的资讯对青少年朋友来说，现在网络的普遍，那大家其实可以很容易取得各式各样的资讯，那所以这一类关于自伤自杀消息的一个传递，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会影响到青少年朋友的自伤。是，刚刚有说到就是那个隐私影片的流通，这要提醒大家真的不要随便把自己的隐私影片泼到网络上。那另外就是霸凌的部分，对，霸凌的部分也真的是会造成很多青少年朋友他没有办法，对，心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对不对？对，游戏的部分，这个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心理师哦，是不是网络成瘾的症状有哪包含哪些呢？网络成瘾的症状啊，网络成瘾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讲3C很普遍嘛，所以就是说现在网络，即使是我们成年人也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没有错。那这个网络游戏啊，它也是现在就很常见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那青少年朋友会喜欢这个网络游戏，我们很可以理解，就是当然是一开始玩这个游戏，它会有很愉悦、很开心的感觉，所以大脑会喜欢这个东西。对，那除了愉悦的感觉，一方面网络游戏的设计啊，它其实可能会让青少年朋友得到一些，他可以设定一个目标，那自我达成，那他有一些成就感的来源，那或者是也可以得到一些人际互动上的满足。对，举例来说，像现在青少年朋友，我们有时候在需要交朋友，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大家合不来啊，或是朋友之间比较啊，类似，那现实生活中交朋友有时候反而不如这个网络游戏的世界来得好。我有看过，就青少年朋友，他只要买这个宝器啊，他花钱，那他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工会的会长，那感觉他非常的有权力。所以这个网络游戏，它其实带给青少年他的虚拟世界带来的一些比较正向的感受，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甚至不容易达成的。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在游戏中很容易满足，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成瘾在这里面了，这就会造成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心理压力。对，那再来我们要请教督导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基隆市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或者是自杀自伤防治上面，是不是有很具体的措施跟作为呢？好，那在基隆市这边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其实一样也是采所谓的三级预防制度。那在初级预防上面呢，我们除了心卫中心有跟学校合作，我们会到校园去举办像是自杀防治的宣导，或者是精神相关的宣导，还是成瘾，或者是说像是 ADHD 相关有关于青少年部分的宣导议题，都会让学校的学生老师们都可以去了解及应用。再来呢，我们会在二级的部分针对有一些有心理问题的一些学生，那在他还没有发生自伤行为之前，如果学校有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呢也会请他可以使用我们心卫中心本身有的自伤资源，那我们就有心理师可以去跟他做一对一的心理会谈。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真的我们发现有所谓的有自杀行为发生的学生，那这部分我们其实会跟教育处的合作。那他们在合作上呢，他们本身有学生辅导智商中心，那学生辅导智商中心就可以提供学生一部分的心理智商会谈。但其实除了对学生之外，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孩子一些智商的议题可能不止他个人本身，那可能还有涉及到家庭的部分，那学校资源可能就不适合介入到家庭，这时候心卫中心就可以介入到家庭，帮他们做亲子或者家庭式的心理智商。那另外，如果我们在智商的过程中，因为现在呢，我们都强化社会安全网的部分，希望是可以除了针对个人之外，是以家的概念来做服务。所以如果我们在过程中发现家庭可能还有其他的经济需求或者是就业需求等等，我们也会连接社会处一起帮我们提供资源，然后帮我们找寻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就是结合基隆市政府的众多资源一起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是见招拆招的感觉。 对， 对，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就会伸出援手。那刚刚我们谈到那个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这部分，我们要一样请教医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症状可能会有哪些。了解，
我们若讲网络成瘾啊，就是一般之前我们讲瘾啊，大概就是说，有一些超出预期、失去控制，然后甚至影响生活的层面嘛。好，那过去我们讲成瘾啊，大半是指物质。那物质像是常见啊，香烟啊、酒精啊、药物，那甚至是毒品啊，像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等。那网络游戏成瘾，它比较是一种行为的成瘾。那过去我们在行为成瘾，可能是赌博，它会列入疾病的诊断。那当然是因为这几年这个网络形态，所以网络游戏成瘾它已经渐渐的，就是被 WHO 它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定义出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WHO 它的这个 ICD-11， 它里面对于网络成瘾啊症状，它其实最主要还是强调一个概念，是要失去控制。所以它使用的方式就是它是超出预期的。那这个超出预期、失去控制，它甚至会排挤到日常生活其他的活动。可能它本来有自己的休闲活动啊，要跟人家相处、跟朋友出去，但这些可能都会因为他对于这个网络游戏的成瘾的状况，他就自然会延后或者是不去做原本该有的这些活动。那甚至更多的是他其实对现在的生活已经有些负面的影响了，可能作业写不完啊，作业迟交，那跟父母或者是学校有一些很大的冲突。那即使是这样，青少年朋友他已经有负面的影响，可是他还是持续的在过度的使用这个网络的游戏。对，那主要是符合这三个精神的话，他比较还是符合这个网络游戏成瘾。那我们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说用台湾本土的研究啊，那在青少年台湾网络游戏成瘾，它的盛行率大概是，大家觉得大概是多少？盛行率啊？对，50了。那督导要猜一下吗？好像40几哦。了解，对，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研究，当然是因为他用比较严谨的定义去做，所以台湾目前本土有一个最大型的研究，目前的盛行率符合诊断的，它是3.1%，会比我们刚刚预期的低得多，对，低得多。但这个其实跟西方世界做出来的研究，它基本上小于5%，是相符合的。那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很爱玩游戏，或是一直玩游戏，或是花很多时间玩游戏，这个就叫做网络游戏成瘾，它其实还是要符合一些失去控制，然后时间要够久，那影响生活够多，它才是这个网络成瘾。对，那其实就是我们精神科的诊断呢，在 DSM 系统，它因为那个诊断的准则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国卫院他们研发的一个量表，它就是针对手机游戏的成瘾啊，大家可以就是家长们也可以很简单的让孩子们填一下，那可以从这个准则上面我们看到一些网络游戏成瘾的诊断精髓啦。第一个就是说，他很直觉，就是你玩这个手机游戏啊，会不会玩到说都已经身体不舒服了？那你还是一直要玩哈？所以这是已经有造成不舒服。他其实也可以把游戏换成看短片，对不对？其实是的，对。那当然，像我们疾病诊断只做网络游戏成瘾，但其实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啊，讲起来他的精神是很类似的，对。那或者是说，他的精髓还有就是说，我原本其实没有预期要，我可能要去做别的事情，但我就是在超过预期的时间，我就忍不住一直要拿出来再玩一下。那玩了之后，我还需要玩更久的时间。我本来可能只想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一玩要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是一个耐受性的部分。我要玩的比一开始更多，我才会有这个愉快或者是满足的感觉。那最后就是，大部分的成瘾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是戒断。就如果我不能玩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焦虑不安、坐立难安，觉得很烦躁。那这个戒断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成瘾的分数上一定是比较高的。是，所以最主要就是你可以耐受度很强，然后另外就是你真的会花更多比预期更多时间在上面。对，最后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真的没玩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焦虑，一直很想去玩，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真的就是网络成瘾。那刚才说就是根据国发院的研究吗？对，国卫院，国卫院研究，他们发现就100人当中有3个人是有类似这样的，可以这样说吗？3%，可以这么说，对，100个人有3个人会有网络成瘾的症状，所以你要自己好好评估一下自己的心理了。那也要请教医生哦，那是不是临床的研究显示，如果沉迷在这个3C 的东西里面呢，是不是会比较有容易自伤或自杀的行为？
了解，就是我们在青少年的自伤自杀的研究当中，会发现青少年有哪一些特质的青少年比较容易变成这个网络游戏成瘾呢？那一般就是说这个情绪的稳定度比较差，情绪特质比较多的孩子，那还有他本身这个寻求刺激，他这个好奇心比较重，然后另外他的个性上可能冲动性也比较高，那冲动性比较高，自我的控制力、节制力是比较差的。那这些特质，那再加上一些后天环境的影响，可能家庭啊，或是各式各样的限制那些教养，那确实这个多重因素就这样的青少年孩子们，他就比较容易变成网络成瘾。对，那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我们常见的一些共病，大概是他有 ADHD， 然后还有忧郁的疾患或者是焦虑的疾患。对，那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孩子们身上，当然他自杀的风险也是会增加的。但单纯就网络游戏成瘾跟自伤，它确实是有互有关联的，但有时候因果性它是需要再探讨一下的。对，我举例来说，可能有一些网络游戏成瘾的孩子，你觉得他是网络游戏成瘾，但他其实是有共病一些忧郁的问题。那他有忧郁的问题，事实上他本身的自伤的风险，他就比一般的孩子来得高的。对，所以在这个因果解读上，有时候我们会都看一下这样子。是，那我要请教我们的医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就是服务这么多的案例当中，帮助他们当中，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案例有印象吗？你说成瘾方面的吗？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在服务一些自杀通报的青少年或是儿童的部分，那他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家庭比较是双薪的家庭，所以他可能在家的时候大多都是一个人，那其实他有可能也因为寂寞焦躁，他会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游戏这上面，所以都会变成说，好像家里人都会认为他是不是因为今天有这些症状，是因为他玩过度使用网络或是过度使用手机，反而却忽略到其实他可能是需要家庭的一些关怀跟支持的部分。是，所以家人的陪伴很重要。我们要请教医生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碰到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你家刚好可能他快成瘾了，你这样评估一下，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跟协助，如何跟帮助他们？这个我真的也很呼应刚刚督导说的，就是如果在身心科的诊间有面对这样一个网络游戏成瘾的孩子，有时候我们更在意的可能是他情绪共病方面的处理，也就是在这个因果上面，可能我看见不会以这个成瘾的行为作为一个主要治疗要消除的一个目标，那可能是在意他其他身心科方面的问题。对，像我的门诊确实就是有一些拒学的孩子，他其实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困扰、学习的障碍，那或者是人际互动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他可能有一些短暂的时间他会卡在家里面。那卡在家里面，很常见他们就是白天的时间都在睡觉。对，那还有一类型，因为现在真的手机网络太普遍了，所以就会看起来像是一直在玩手机，然后或者是打游戏。那家长有时候回到家看到，就会觉得说他根本就没有怎么样，所以他其实就是不要让他再用这个手机，我把他整个断掉，那他就能够去学校了。对，那大家可以就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就这么做，如果我就真的是把他手机没收，把家里网络断掉，是不是这个孩子就能够如预期的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一切就回到正轨？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大概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处理孩子们我们跟他建立关系，那了解他实际上一些情感啊、交朋友、人际、课业成就上的一些需求，然后他在现实学校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那他可能缺乏一些调适因应的技巧，那我们跟他讨论这些，那可能比跟他直接沟通说啊，你这个游戏成瘾这个行为我们要处理你，我觉得来得更有效。对，甚至有时候孩子他们就不觉得，我觉得常常是家长觉得说，哎，你有这个游戏成瘾的问题，可是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啊，我打这个其实他让我开心，或者是我就是要在里面我获得一些成就。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沟通反而第一步建立好关系，也会从孩子自己认为的问题来处理。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因为真的打游戏，他其实睡得很不好，那你跟他讲睡眠问题来切入这个治疗，他其实还比较能够认同，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那如果跟他说，哎，你这个网络
成瘾是一个问题，那他会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刚刚医生有讲，就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看看他到底需要什么，他缺乏什么。像刚才说的那个睡眠，然后说哎，那你这样睡觉没有好好睡，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对，就点切对了，孩子就听进去了，不然其实会造成很多冲突。因为我碰到有些家长，他就直接把那个手机给没收，或者是平板给没收，然后小孩还是很厉害，他还是找得到，然后接下来又引发了家庭大战。那你们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请教心理师。前一阵子其实就有一个新闻，就提到说家长把手机没收之后，孩子就从楼上跳下去了。对，所以其实真的就刚刚医生讲的，就是那个其他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必须要被处理的。对，那像面对这些智商议题的青少年啊。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有长期的一个压力跟困扰存在，而且不会只是单面向，对，很多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啊，或是他个人的特质啊，或者是他有可能遇到一些事件，近期的事件让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那当那个压力过大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情绪的调适的方式，那可能就会选择用智商的方法，因为当智商的那个痛可能会转移到心理的痛这样子。对啊，就曾经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当他割下去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哦自己还活着，然后看着那个血流下来的时候才感觉到哦那其实有一个抒发的部分这样。那其实孩子不希望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也很多孩子来到会谈室里面提到说可能是人际互动的困扰，但是其实在谈的过程里面发现说其实不单只是人际互动，他跟家人的冲突，或是跟同侪之间的关系，跟伴侣之间的关系，其实这还牵涉到一个部分，他内在的领域，那内在里面可能自我价值感比较低，比较担心，觉得好像自己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表现不好，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或达不到别人的标准，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很担心别人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对，然后很担心说被别人讨厌啊，或是被别人抛弃等等的，对，那像之前就有一个孩子，他因为长期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下，他父母离异，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不被爱。对，所以他在人际关系里面，他也是很容易就是感觉到是不是别人讨厌我啊，或是要抛弃我的那种感觉。对，那长期状态下面，他其实不是很希望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自己来寻求諮商。那他还蛮好的，会自己来找。对，其实现在还蛮多青少年蛮有 sense 的，他们就会知道说我好像状态不好，即使父母不知道，他们还是会说我是不是可以来看一下医生这样。对，那这个孩子就还不错，他就有来，那我们谈了几次，可是在过程当中就曾经有一次就遇到一些事情，那他那次来的时候情绪就非常低落，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对，那他哭的过程里面，他就戴着耳机这样子一直听，他也不说话，那我就在陪他陪了半小时。对，那后来好不容易他抬起头来了，那我就问说还好吗？可是他这时候还是回答不出来，所以我就说那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好了。所以我就陪他听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就聊聊看这首歌，他在讲什么啊？他的歌手是谁啊？然后可能对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慢慢的他就可以开始讨论到自己的状态，对，就是从他的在意的事情开始慢慢进入那个话题这样。那他才提到说，我其实很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对，因为他就说我好像觉得说再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用，到后来好像还是得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对，那孩子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自杀了之后就一切都没了，就不会再这么痛苦。对啊，那后来其实我当下就是要赶快做自杀风险的评估嘛。对，那评估他的自杀意念，他那时候有9分，1分到10分里面有9分是非常高的。对，那他还有3分的求生意念，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希望。对，那我们就讨论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自杀意念其实是会过去的，只是说在那个当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因应那个状态这样子。那我们讨论完之后，他觉得说或许他如果去医院急诊室打一个针剂，然后再回到宿舍有同学一起的时候，或许就会好一些。对，所以那一次就顺利的就度过了心灵那个低潮。对，然后后续我们还有再继续讨论一些就是内在的部分，那就帮助他能够去觉察，我在那个情绪或是在自杀的那个当下，我是因为什么事情，因为什么样的想法，那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提升他一些情绪的因应技巧，要更多更好，越多越好。对，要很多元的情绪因应技巧，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他说，当那个情绪又来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再度过这样。
哎，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帮助孩子他去察觉到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对，让他自己觉察到之后，他就会自己去想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忙来解决这一件事情。这也是度过这应该是正念其中一个很好的技巧，对不对？嗯，那个觉察是觉察这一件事。那我们要请教医生喽。那其实很多青少年除了有这样的议题之外，家长们对于照顾他们注意力不集中、有过动症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疑惑。要请教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判断一个小朋友是不是有过动症？了解，这个真的这几年研究的蛮多，所以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其实是一种大脑它的前额叶还有皮质的下脑区，它的发育不够成熟，比较慢，那导致的孩童他们在执行功能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 ADHD 现在的一个诊断。那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注意力不足的部分。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注意力不足的部分啊，就是说，看一下，好，啊，对，不好意思，这个是第一张，好。也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注意这个细节，对，或者在做细节，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孩子他有时候走路也很不小心，就是他没有办法侦测到这个环境，所以他可能常常会撞到。那这个不够细心的部分啊，在写作业啊或是完成学校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容易粗心然后犯错，或是考试的时候他就少答跳了一大题或是跳了一面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他在工作或者游戏的时候，或者就要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就难以专注，这个难以持续这个注意力。那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跟你 focus， 就是他的眼神一直飘来飘去。你会家长对闪躲，家长常常觉得，哎，你有没有在听啊？对，像这样子，把他头抓住。对对，这是一个直接的方法，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在学校里面，他也没有办法遵循指示，没有办法完成学校啊，或者是家里给他的一些任务，对。那在注意力不足还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就是他在组织工作还有活动上有困难。那这个组织可以是时间还有空间的组织。时间的组织举例来说，就是他们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或是上课几点要去，这个他们常常是乱七八糟的。那空间的组织可以看到 ADHD 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座位啊或者是书包啊或者是家里的房间，他可能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乱成一团。对，这个是他在组织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那注意力不足还有一些特质，就是他会常要逃避，就如果这个工作他比较难，这个功课他要写比较久，或是他比较复杂，那其实他们在碰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自动关机。对，他会关机，他很想要逃开，这样这也是注意力不足常见的。那还有他们常常遗漏东西，这个家长一定很常反映啊，就是带给他什么水壶啊、外套，就去学校一趟，就一个学期他可以丢三落四，就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那家里钥匙也是，就他们常常在找东西。那生活中就是这样很健忘，就会觉得他到底有没有记起来啊？那很常被讲的也是哦，还有他们就是很容易分心，像也许今天上课，那旁边有一个老师经过，有个什么，他的注意力就飘走了。他其实可能明明应该要正在做一件事情，对，所以注意力很容易分散。那这个是注意力不足的部分，对。那过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过动的部分呢，这个有时候就其实是更主观啦，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孩子，就是我这有 ADHD 的孩子，他在枕间，你就我的枕间椅其实是可能是这样的位置，但他一直不坐在位置上，他跑来跑去，他一下在我的窗户边，一下在我的旁边，然后一下在那边，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固定一个位置上。那在很多场合，其实学校或者是在家里，就是应该要做好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他怎么屁股好像有虫，他就是一直要离开这个位置，对。那这个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他在不应该跑的地方，就是像脱缰的野马，就行动上很不受控制。那你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很安静，很安静的做一个事情，这样没办法把它做完，就一直要跑来跑去做别的事情。那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整体的能量真的好饱满，就觉得 ADHD 孩子的家长常常觉得天哪，他的体力有够好了，他整天就是都横冲直撞，或是活力好充沛，一直到晚上好像电动还没有被放完一样。对，那另外就是也会觉得他们
话量很多，然后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他专心听完，就一直要去抢别人的话，对，然后排队啊这些，就是都是比较没有耐性的，对，然后这是常见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的诊断。那这一些啊，就是如果九项里面有六项以上，那而且经过家长持续的教导，就是已经经过良好的一个教育了或是疏通之后，他还是持续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像是符合这个诊断的。是，所以不专心就是过动。不能画上等号。不专心跟过动，它可能是这个疾病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对，那有些孩子他是不专心的部分比较明显，那有一些小孩子他是合并两个特质，就是两种都有。是，这样会不会带大家陷入很多迷思？像类似这样的迷思还有什么？哦，很常见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常见的迷思就是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这个诊断真的存在吗？对，因为我觉得像是高血压，我们如果量血压，你可以很清楚数值就是上升。那如果像我们刚刚念咳嗽、肺炎呐、啊，那你去照个 X 光就可以看到哦，肺是不是有发炎的现象？那所以身体很多检查就是它有很简单的指标，你一看就觉得这是生病。那 ADHD大家就会有个疑惑，就是你刚刚讲那些症状，那可能只是父母不会管啊，或是大家大人不够用心，或是打了就好了这样子。对，不过就是说，其实 ADHD 的研究在这30年来已经有数以千计了。对，我们也尝试用大家就是比较习惯的科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振子摄影去看脑部，那可以发现 ADHD 的孩子，就是他在大脑需要专心的时候，他的大脑所提供某些区域提供的能量就是不够。比其他的孩子低，那他没有办法供应这个孩子在要专心的时候就是好好的专心。对，那我们从结构就是大脑的影像也可以看到，确实这样子 ADHD 的孩子比起其他的孩子，他们大脑皮质的发育是比一般孩子慢个2到3年的，所以这个其实科学上它已经可以印证，所以临床上家长也会有这种感觉 ，ADHD 孩子好像有时候比较幼稚，就是觉得他们年龄比较小。那这个确实我们从影像学都可以看到的，所以就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 ADHD 它确实是一个存在的疾病。是，所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很容易遇到被人家误解等类似的问题？对，一定很常见。对，这是我们对 ADHD 的一些迷思，因为大家就说哦，那这样子可能放着啊，那等他自己长大那就好了。对，那事实上当然这个长大确实有一半的人他可能症状是会好转的。对，大家可以想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常常可能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他会因为这个 ADHD 的症状，他可能作业写不完啊，拖到11、12点，那因为这样跟家里起冲突，在学校被老师骂，他可能因为过动冲动的部分造成自己受伤，跟别人起冲突，人际关系不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会在孩子成长过程对他们人格的形成或者是情绪的方面就是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对，所以我们对 ADHD 的想法是还是找出是他们的问题，然后试着帮助他们更正确的理解这样子。是，那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成功经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步骤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是。ADHD 现在的治疗其实它有一个很标准的治疗方法，就是对大家可能会说，好，那我即使觉得说是医生你说小孩子有这个也符合 ADHD 的这个诊断，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靠其他的方式，我多上一些感觉统合的课啊，上一些才艺课啊，或者是我吃一些补品，那或者是多运动。对，那其实确实啦，那因为我们在 ADHD 的治疗刚刚讲这是一个脑部发育比较不成熟，那它有能量缺它有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缺乏，所以其实我们 ADHD 标准的治疗，它还是药物是一个专业的疗法，就是 ADHD 的药物，它其实可以帮助孩子们补充他大脑缺乏的神经传递物质，那可以改善他这个大脑的执行功能。对，所以我们用标准的药物的疗法，它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辅助，像刚刚家长讲，确实啊 ，ADHD 的孩子就是能量比较够，那我就排一些运动的课，让他能量有很好的发泄的地方，这些加在一起，对，会是一个很完整的。那我觉得每个孩子 ADHD 的表现还有遇到的困难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以学习方面遇到的障碍为主，有的是可能人际冲突的方面为主。对，所以就是各种疗法，它可能都要针对这个孩子他主要的问题做搭配使用。是，就是要对症下药的概念。是。然后我们要请教医生，其实你在你们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类似的小朋友？那你们是如何协助他们？我们比较多会是家长在会跟我们抱怨说，他的照顾这些 ADHD 的小孩的压力。
对，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除了是可能看儿心科之外，有时候也是可以跟临床心理师去学习一些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的一些模式。那像有些会鼓励是说，可以透过一些奖励的机制去帮他做训练。举例来说，可能当他完成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或者他在看一个东西，原本他专注力不足，但他可以为了这个奖励，然后从五分钟变成到十分钟，这时候给他一些奖励的回馈，就可以慢慢增加他这一方面的进步。那这样子在相处上，其实慢慢的家长的照顾的压力也会逐渐的减少。是，哇，这真的是一个往前迈一步的，就是家长要非常的有耐心。那我想请教心理师，你有碰到临床上有碰到这样的案例，都怎么样协助他？其实还蛮多的耶。对啊，那其实在家长的部分啊，就是像刚刚讲的说，就是如果能够尽早来到诊间或者来到医院，能评估知道孩子的特质是怎么样子，还有孩子有哪些的困扰，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一些提供一些协助。那可能协助方面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心理治疗可以做的事情。对，心理治疗就像刚刚医生讲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可以透过一些个别课啊，或是团体课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开始陪孩子去练习他的注意力、他的行为控制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亲子的部分，跟家长一起讨论说，哎，那怎么样去陪伴这样的孩子？对，那像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家长分享，他的孩子是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因为老师建议，然后就是说，哎，那是不是带他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孩子实在太动了，上课就是坐不太住这样子，然后又没有办法专心，对，就是讯息这样进去，马上又出去了这样子。对，那这家长就听老师的意思嘛，就带去看医生。可是其实内心是抗拒的，对，因为不会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所以但是他还是带去看了。那带去看了之后，医生就说，其实你孩子很聪明，但是他的注意力真的比较短，所以比跟同年龄来说，他是注意力是比较短的，所以他很需要可能药物的帮忙。对，那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抗拒嘛，因为每天都要吃药，然后家长就会担心说，啊，那药对孩子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啊？会不会把大脑吃坏？对，那对，那身体的功能会不会又会怎么样子？对，那也会担心被标签。对，但是后来他听了医生的建议说，如果孩子现在没有吃药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他就是照他的成长过程这样发展嘛。可是他在学习上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专心，所以他那个吸收就会很没有办法进来这样子。对，然后人际互动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对，那后续如果要再做处理的话，那问题就会更复杂了。对，所以那个家长就听了医生的建议，然后后来发现的确，哎，孩子他在吃了药之后，他的学习力变很好，对，写功课变得有办法专心，可以静得下来，然后孩子也有了成就感，不会觉得说，啊，怎么我念个注音符号都记不起来这样子。哎，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哎，那个成就感就会很不错这样子。对，那除了药物跟心理治疗部分，其实家长跟学校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些帮忙。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很容易受干扰影响，所以外面只要有一些有人在讲话啊，或者有人在走来走去啊，就可能会被影响到。所以如果学校的那个位置可以安排在比较中间一点，不要靠窗，对，要靠窗走来走去，孩子可能马上就分心了，就没有办法上课。对啊，排到老师的正对面。对，这样可能就会干扰刺激会比较少一些些。对，那或者是帮他建立一些结构化的环境，那东西有固定的位置。然后有一些检查的清单，这样那个忘东忘西，家长需要帮忙接送或是帮忙带东西，那个情况可能就会少一些，或是文具不见的情况可能也会少一点点。对，那我们也很鼓励家长可以多肯定孩子的好的部分啦。对，因为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一定很常被责骂。对啊，你怎么又忘记这个啊？你怎么都不专心啊？你怎么那边动来动去啊？吃饭不做好啊？等等的。但是孩子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会听到的是说，哦，我就是这样很不好。对，那久了之后，其实那对孩子来说，他有可能就会自我放弃。对，但是当我们肯定孩子说，哎，你今天吃饭吃很专心呢，你手都放着这样子，然后一口一口把它吃完，没有动来动去，而且你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就有好多时间可以玩。哎，慢慢的孩子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耶。对，所以当他的好行为被肯定的时候，这个好行为就会越来越多，那问题行为可能就会越来越少。是，这真是一个帮助孩子还有帮助家长一个很好的药方。那我要请教医生，我刚才有说到那个心理治疗，那你通常碰到的时候你都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心理治疗，对，刚刚就是那个心理师这边分享的，对。但我刚刚他让我想到一个最近门诊治疗，我真的觉得还蛮有成就的孩子，就是他一开始也是小学的阶段，但是他真的注意力不足还有过动的部分都还蛮明确的，对。但一开始他也是排斥吃药，但是这个家长他自己算是做了一些功课，所以有蛮正确的理解，所以家长算是有一点坚持。那一开始这孩子他也是会用各种理由，他很有趣，他说药他吞不下去，所以他就即使你帮他磨成粉，没有，因为这个药有一些他不能磨成粉，因为他有吸收的问题，所以可能我就还甚至在整间跟他一起讲，我就说我可能都会先喝一口水，然后才吃药，顺着就下去。但后来发现他其实也是心理，他其实还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吃药。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就是他需要老师其实蛮好的，就像刚刚心理说的，他有一个学期他其实就被老师排在老师前面正中间的这个位置，那老师用的技巧也很好，他也不是说我就要盯着你什么的，他就是说啊，老师很喜欢你，所以要你坐在我的最前面，对，帮助他的注意力留在这个课堂上面。对，那后来我们劝孩子吃药以后，他真的吃了以后，他的写功课速度真的就比较和一般的孩子一样，那所以后来在整间也会跟他讨论这个好处，他自己也会感觉，就是说那他以前功课写到11、12点，写到他跟妈妈两个都生气都抓狂，然后什么时间都没有，又匆匆赶着要去睡觉，那现在7、8点就可以把功课写完，他就有1、2个小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活动，那也算是他有一些休闲的就是他可以去玩他喜欢的，那对他来说，哎，他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药物的好处。对，所以就是加上一些药物加上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学校还有家长都做出一些调整。对，那这个妈妈她也会做一些非药物的协助，可能今天这个功课她会分，就是对孩子来说难跟简单的，可能她的国语她的数学特别差，那她就不会先从数学写起，她可能会先写国语或她比较擅长的科目，让她写起来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像数学这种比较难的，妈其实就会协助她拆解，就是可能我一题，但是我可能分3段，一次只做一小段，那这样子她比较容易达成，她可能也比较可以就是不会受错这样子。是，对，哎，真的就是要有方法，是，对。那像现在这个资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我要请教心理师哦，就是如果像一些青少年朋友，也不用说青少年，像成年人，有时候看到一些某些讯息，他可能开始就心情低落，或者是就这样子一直看下去，沉迷下去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协助他们呢？要谈到情绪调适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可以分2个部分来讲，一个是平常的保养，就是我平常的心理韧性够大吗？就是我如果我在面对这些讯息来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有很足够的能量去因应这个状态？对，那这个东西就会需要我平常的有足够的觉察，我知道我遇到哪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情绪低落，我遇到哪一些事情我的情绪会受到波动，那当我这样的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哪些的反应，那再来第三件事情就会知道说，哎，那我当我知道我已经有情绪了，我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去调适，对，我有哪些调适方法，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喝水啊，有些人跟人聊聊天啊，或者是去跑跑步啊，或是去睡个觉啊，或是做正念啊，深呼吸啊等等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那些方法，那我可以让情绪有一个缓和。对，那当我情绪是能够有紧有弹性的时候，我有情绪，但是我有抒发，我有情绪我有抒发，这样的心理韧性跟心理强度就会更大。对，那所以在那个事件的当下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知道说，哎，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应对。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情绪一直累积上去，就不要说不处理，就一直压，那越压越久，就会像有点像火山爆发一样，可能到最后就会透过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出来，甚至可能是智商的行为这样子。如果没有反应出来，也会出现在身体上，对不对？对。比如说像是最近我就是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对，我想请教医生，是不是在临床上有碰到这样的案例呢？是，这个在成人跟孩子真的都一样，就是确实情绪。
没有处理好，或是用积压久的，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一次用比较强烈的方式，像自伤这样的行为，他来做一个抒发。那或者像主持人说的，就是他，你觉得他情绪都控制得很好，对对，或者是他会跟你说他没有压力，或者他觉得他心情没有怎么样啊，对。但也许他身体化的症状很多，所以像孩子其实也很常见用身体的症状来表达他们的焦虑。所以有些孩子到了考试前啊，或者是他没办法去学校的时候，他会说他是肚子痛。那让家长他有时候也很疑惑，他是真的肚子痛，还是几次他们去肠胃科看诊以后，最后才发现哦，这个好像是心理的压力，或他心理有一些状况，那引起的身体的不舒服。是，那这部分都要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呢？对，当然就是终究我们知道这个是孩子他应对他现在遇到的压力的一个方式，对，所以主要还是我觉得很像心理师说的，真的是会鼓励他们平常就要处理，平常就要练习去说，去讨论，去表达他的这个情绪的感受。对，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还不错，就是他们在学校然后心卫中心，大家其实现在都一直有在倡导这个概念，所以现在的孩子我自己觉得比我们那个年代愿意去说跟讨论自己情绪或是遇到困扰的比例就是一直有在上升当中，就大家知道可以用找专业 的方式，就是我找学校的谘商老师，找心理师，找医师，他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讨论的。那孩子有人讨论，无论有人陪伴，他可能就不会用最原本的模式去处理他遇到的问题。是，就可以看到，就是刚刚心理师还有医生他们都有谈到，就是你必须要先觉察到这一件事。第二个部分呢，你就开始要去寻找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的调试，就是要有疏、有张、有紧、有缩，这样子不断的在适应当中，你就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那当然，真的走不过去的时候，就要请教我们的心卫中心了。我们要请心卫中心我们的卫督导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跟管道建议民众。其实像我们有时候这样是针对青少年来讲，其实青少年刚开始他们可能会学到的一些处理情绪的方式并没有很多，那其实很多的方式可能需要透过一些宣导或是一些课程方法才可以了解。举例来说，像有一些像是正念的方式的训练，或者是一些腹式呼吸的训练，那这些课程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透过到校园讲座，或者说我们会放在网络上以 EDM 或是图片的方式让他们去学习。那另外呢，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用透过所谓的心理谘商的部分。那其实像心卫中心这边，就是前面有提到，我们是在针对就学、就业，或者是说本身户籍居住在基隆市的市民们，每人一年会有60次的免费心理谘商。对，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在他们在急性情绪来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帮他们去做缓解的部分。那另外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其实也会办理很多各类的宣导，还有活动的讯息。那其实宣导的年龄层就会有包含到所谓的长者、青少年、孕产妇，然后或者是所谓的 ADHD， 还有就是社区的民众等等。那这些的活动资讯，还有一些教学的一些图片的方法，都会放在我们的 FB。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是习惯使用3C的方式来收取资讯，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民众比较快的话，可以去储存，还有去阅读跟浏览使用。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针对青少年的部分，其实像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新兴的传播媒体叫 Podcast， 那这边的话是可以透过取代传统的广播节目的方式，是他把一个节目录影下来之后，那当你想要听或是在抽空有自己的时间时，就可以去做播放。那我们就是今年会想要针对青少年这个议题的部分，去结合外面的知名的电台，然后去做这样子的宣导。那会把一些青少年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励志啊，或是一些抒压的方式啊，或是一些心理师给的一些建议等等，透过这样的节目让他们去学习了解。是，就是张老师的概念就是更普及化，那随时搜寻随时都听得到。那我们剩最后10分钟，我们要请教医生跟心理师，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下，如果碰到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叫正念的方式很好用，对不对？我们要先请心理师吗？教大家还是医生？正念的部分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对，医生可以吗？看啊，最近我们好像刚好上了一个正念的课程。对，正念刚刚心理师有讲到它的精华之一就是要觉察啦。那这个觉察就是我觉得像现在大家坐在这边啊，有时候就是自我觉察，包括说我的姿势怎么样，对，我的肩膀其实是不是不自觉的是很耸肩的，对，所以正念它通常啦，就是现在其实网络上真的像 YouTube Podcast 上面 Netflix 上面也有，它就是写正念冥想指
指南这样子。那正念它可能会先引导你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对，大家不会有人选在教室啊，或者是在办公室，但也可以啦，就找一个自己舒适的环境，那可能开始去可以闭眼睛也可以不闭眼睛，对，但是通常是透过呼吸的一个步骤帮助自己进入，就是可能我透过深呼吸，然后透过止息，然后透过吐气，那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身体的各个部位，对，它通常有个身体扫描的概念，所以我可以有次序的从头顶，然后到眉毛，然后到鼻子，到嘴巴，然后包括喉咙。那呼吸每带到一个地方，我们意识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去注意那个地方的状态。比如说，喉咙的时候，我可以注意到我可能喉咙现在是很紧绷的，那很卡卡的。那我就透过呼吸，深呼吸，然后吐气，尤其是吐气的时候，就是把它吐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帮助自己比较静心下来。对，所以正念的一个概念是觉察，觉察自己的身体。那所以也会觉察到自己的意识状态，觉察到现在今天的自己，这样是。我觉得觉察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就是随时随地要看到自己。通常我就看到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他因为透过正念，他接受了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反而让那个情况变好了。这叫是正念一个很大的力量。是。那除了正念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我们心情的低落感。我们要请教心理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具体的低落感，其实我就会跟民众去分享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五官去思考说，有哪一些我们可以用的资源。其实这些资源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小，可是重点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个觉察。那这个我觉察到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去运用我所在的资源。那所在的资源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眼睛去想想看，我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什么东西会让我觉得放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喜欢看风景，有些人可能喜欢看自己的小孩，像我就很喜欢看我们家小孩的照片。对，那看哪一些东西会让自己觉得放松，这是可以去思考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我们听到什么事情会觉得放松？比如说我可能听到音乐，我会觉得放松。有些人可能是要重那个重金属的那种乐器，可以觉得蹦蹦蹦，那可能比较放松一点。有些人可能是比较要那种抒情的，会比较放松一些。那有时候再来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闻到什么东西我可以觉得放松？比如说现在的那个芳香疗法，对，只要闻到那些精油的部分也会让自己放松。那或是我吃到什么样的东西会觉得放松，我可能喝个饮料啊，我可能吃个美食啊，吃个点心也可以觉得很放松。对，那像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琐碎的事情，这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安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一定要有适时的要有紧有松，有紧有松，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只要做一点小事情，我就可以让自己有松一下了，这样其实就很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更大的，比如说我压力已经大到已经累积一段时间，我需要一个很大的放松。那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出游，出去玩，去爬个山，或者是去看个海边，那个东西可以对我来说更大的放松。或者我很需要有人可以聊更多的时间，然后可以找朋友一起抒发心情，对，这些都是还蛮不错的方法。是哇，所以就是大家要找到让自己最舒服最放松的方式，像从食衣住行都可以来好好的想一个，然后你要觉察自己，当你自己碰到那样的情况之后，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就可以好好照顾我们的心理，会越来越强大。那最后我们剩三分钟嘛，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些活动要宣的，对，我们先请 Eason 先来跟大家分享。活动的话是我们今年预计有跟基隆张老师合作，将会在今年的十月，也就是心理健康月的部分，可能会针对国中生还有高中生的部分去做一个青少年的青春剧的宣导。那到时候办理地点会在文化中心，活动的资讯也会放在我们基隆市新卫生局的网站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整个活动是免费的。哦，有一个剧很不错，很厉害，而且还结合到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而且这剧就是可能当下会请台下的学生们可以提一些例子，然后我们把它即兴的把它演出来。哇，好，真的很令人期待。到时候有兴趣的民众都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基隆市卫生局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资讯。都可以看到。好，我要请医生。
那就是刚刚若提到，就是有需要医疗资源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利用阳基医院，就是希望是太阳的精神可以照进这个基隆。那我们有专业的儿童身心科的团队，那主要是肖文凯医师还有心理师们，他们在周三的下午还有夜间，他有那个门诊的服务。那我们有团体还有个别的治疗，那欢迎大家可以就是打预约的专线，或者是从网络上做一个线上预约。是真的，就是真的，没办法过这一关，不用担心，我们就是直接找专业，一定可以来帮助你。那我们要请教心理师，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好好玩心理治疗所。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玩，那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回到那个年轻的时候，能够跟孩子一起，就是陪伴他们快乐的成长。那我们在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些可能帮助孩子他的注意力啊，他的行为的训练啊，那也可以帮助他们人际互动的技巧可以被提升，还有他们自我概念跟情绪调适的部分。是，哎，你讲完我都好想去上，欢迎来。对，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心，心理呢好好照顾。如果不开心了，你要觉察到，你要找到你适应的方法。压力累积了，你要记得要去疏通，不要让它聚到。大到你没有办法来承受。心卫中心，基隆市心卫中心一直都在哦，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来寻求协助。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心里也要好好的掌握住。我们下次见哦，拜拜。